因為佢又有人劈住。我已經死得你啦！我做夢啦！释放王晓用货柜车又大一岁啦，我哋已经为佢度身订做咗生日祝福。咦，有甜饮噶？首先用爆米 AKA 黑奶奶去偷阿勇部手机，冇错，又俾人吃咗啦。用阿勇嘅 IG 去出一个疑似俾人吃咗嘅 story， 然后收埋佢部手机，等佢玩唔到，咁阿勇就会好惊惊啦。之后就见到马家优嘅 YouTube， 唔知点解有几条奇怪嘅片，唔通 YouTube 都俾人吃咗？我哋已经喺香港嚟嘅陈柏宇亲笔签名之亲，好啦，我而家谂办法包住佢啊！所以啱啱我见到呢个包儿面，我就谂紧要唔要将佢塞落去。听日见，喂，哇正喎呢个，得啦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唔送包儿面，送陈柏宇，系，咦，你又想梳你嘅唱口啊？无言的亲亲亲亲袭我心，我好似日本嗰个面具啊，边个面具？白色嗰、那个，唔系有少少似《汤马士小火车》嗰阵嘅你啊，而家呢个样，面具要有嗰、那个红卜卜面珠灯，我搵下佢，对眼系咁样。加幾點啊？我要開 TG Room 唔使你咯，你啦，係明星嘅時間。睇下你頭又未 set， 妝又未化，敷臉又未拉。咦？搞咩你？我遲咗起身啦。我攞翻啲衫先。喂，你同龍哥喺邊嗰邊啊？好大牌啊！而家仲喺度剪緊片啊。被偷了部电话，但是他仲睇到他脸上的。很劲啊！技术和 goal 的場所是人所不同的。goal 和 goal 的。现在我看到照片就这样啦，跟住咧我就偷了个小公仔。卡就會變成咁，譬如咧，佢影到咁大咧，佢就玩點樣解開始啲咁嘅嘢。而家收埋咗部電話，我哋啱啱已經 po 咗個 story 啦。就係呢個。呢個係冇錯。因為佢有人劈住我啦。做咩啊？咁樣喎。因為他有人踢得那麼慘。不是，你這樣穿我又，你，唉，好忙啊，現在。不是，現在我電話而已。好了，我有忙。你看我WhatsApp。我看group先，看group先。看WhatsApp。我都想系啊！老师系唔打俾我？吓、啊！要你正在通话喎、啊。系咯，系正我留个柜台咯。想系你啊嘛？你好难系我噶喎，我人中俾我喎。我先走，咁呢个系咪得啊？咩嚟噶？系有啲咩？发现咗啲咩？真系俾人 hack 咗啊！等等。咩嚟啊？咁恐怖嘅？睇多條，你睇紅色嗰、那個，你望下呢個樣有啲唔同。唔係上邊嗰、那個，上邊嗰個講緊。阿勇西一拍啦，成三拍拍，變成四拍拍，好嘢！誒，我哋新嘅組，係啊，我哋大部分人都係今日做完 show， 一齊淋完雨、吹完風之後就翻嚟繼續搞你呢件事。好啦，既然一年一度。算正你啦，生日快樂！嘿，
爆竹一声除旧岁，黄晓蓉又大一岁。喺度先祝黄晓蓉身体健康，青春常驻。希望你嘅年龄永远会留喺36岁。喺度亦都祝你可以有陈香宇先生嘅亲自祝福。嗱，慢慢好啦。你屌你！我知知，我生日佢，哎呀！喂，黄晓蓉生日快乐！我想同你讲一嘢，就系你张海报冇见到啊，寄紧翻嚟。耶，我好笑咧。有几有见到嘢系呃紧我。我觉得入咗嚟咁耐啦，都激炸咗好耐。我希望可以再激你落去啦。我知道我好控唔生性，又唔出 pose， 跟住有時發氣又遲到，但係唔緊要啦，希望激到你80歲。黃曉蓉，哇！邊站？哇！厲害！跟住個 Queen 嚟到咧，啊，你好中意呢個 Jason， 咁唔係嗰個 Jason， 我就請你個 Jason， 呢個 Jason， 咩啊？佢諗啊嘛，喂，咁啊，黃曉蓉都30歲啦，咁啊，祝你。佢有個心喎，你有冇㗎？耶！好講笑啦，我哋從今邀請咗真正嘅 Jason， 係你最中意嘅 Jason， 而家就邀請佢 ，OK？ 唔通係？都係我啊！你唔好唔認同啊！或者你而家係個安全嘅神定喺度？係啦，唔知講咩。真係，你本真係邀請到嗰啲Jason咧，你嚇大明星熟嘅。我哋可以睇一睇啊！我哋邀請真嘅 Jason 啦，好啦，真嘅 Jason。你有冇留意佢冇望镜头噶？好难捉啊，好似乜嘢翻个样先啊！好彩你都喊咋，头先咧，头先你揾翻个电话嗰阵，我嚟扑街啊！系啊，有冇有 Apple Watch 噶？好彩嗰啲 骷髅 NFT 真系有啲用啊！先拍了張照片，然後要拍片。三、二、一，陳生笑一下，三、二、一。陳太笑。OK， 我 OK。OK， 好，現在片了，來了。生日快樂，生日快樂，生日快樂，生日快樂。都不喜歡我們這個deep fake技術了。係啊，你估下係邊個嚟嘅？嗰個真人係邊個咧？咩叫個真人？嗰個跌幅啊，換樣啊，我哋正個身高。你覺唔覺佢個髮型有啲似啊？今日其實真係我。你做一次，講一次。生日快樂啊，容易。一樣啊，一樣啦，一樣嘅。就係我啫嘛。即係都話係 Jason。麻煩你許願啊，許願啊，生日祝福。我第一個願望係減肥成功，冇再胖。好再
第二個願望是今年真的見到陳柏宇。生日要受到面的。Jason 喎 ，Jason 簽名喎，等陣。首先佢睇咗簽名唔係咁。你哋嘅投資顧問克拉拉，克拉拉宣布呢條片嘅 plan 係成功定唔成功呢？克拉拉覺得下次可以做得更好，但係都係就係出咗克拉拉咗啦。但係睇嗰隻表啊，佢隻表再次呼籲大家要戴 Apple Watch 一樣好東西。係啦，你覺得呢次 plan 係成唔成功嘅咧？一surprise 係 OK 嘅。喜歡這條片和他們兩個祝他們生日快樂的就在這條片留言，我們下次有人生日的時候再有 Jason 和 Connie 去 plan 這件事，還有Hello Lai。 OK， 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生日快樂，生日快樂，我想買個蛋糕。再見啦容易，再見啦容易，我是Hello Lai。阿勇啊，攞開你嗰盒嘢啊！